我们现在来到东京车站看夜景，耶！我要带大家去新丸之内大楼，这边可以看到完整的东京车站夜景。我们身后方是什么东西啊？东京车站。对，我们现在在新丸之内大楼的七楼，走出来的观景平台，从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东京车站的夜景。这层楼呢有很多很不错的餐厅哦，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都在这边吃。我们现在去做什么？加崩啊！加崩红队多好！去一家叫做热汤池，对 ，Hot Spoon。这栋大楼它的美食街就有 EO， 我们要去 EO 的 B1 吃汤咖喱。店内小小的，可是看起来非常的温馨哦。这边有超多种咖喱可以选择，咖喱上来了，看起来超温暖的。小包博士吃。这不像一般我们吃到印度咖喱或日本咖喱这么浓厚，然后它就有点湿湿的感觉，但它的味道还是十分的充足，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油腻，然后也不会这么重。韦恩试吃给大家看。哦，还有那种咖喱啊，吃起来很像北海道的汤咖喱，味道有一点点辛辣，然后有很多蔬菜的甜味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鸡肉炖得非常的嫩，超好吃的。吃饱饭了，接下来我们往那边走呢。阿仔就是要去地下街抽扭蛋喽。足地苏西，好。我们到东京站一番街，我们现在要去玩扭蛋。走着走着遇到拉面街，后面超多人在排队。买什么东西啊 ？Win。买了懒熊，然后送给 EJ。耶、yeah.。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啊 ？Gachapon Street， 全部扭蛋，听说这边有100台扭蛋哦。小包，我要抽什么呢？我准备500块，又来抽《星际大战》的光剑。嗯，好。哎，出来了，开箱。好的，我靠，这么大包。那伟恩要抽什么东西？我来抽 Go Go Power Rangers。Yes， 这不是扭蛋吗？这是扭柱吗？这个扭桶，扭桶。变身金刚战士。绝地武士拔出光剑，叮叮！绝地武士大战金刚战士，棒打老虎鸡吃虫。哎，爸，哎，我觉得逛一逛啊，觉得这边店真的超多，而且腹地很大。嗯，下次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今天从丸之内走到八重洲，看了好多东西啊！呀，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。大家下次 vlog 再见，棒打老虎，不要再打了，拜拜。